军翔机上捕获黄蜂女，漫威英雄热涌一岁千金。哇，贺军翔跟女儿美宝真的是五官神复制呢。哎，旁边这位不就是黄蜂女伊凡杰林莉莉吗？主演蚁人与黄蜂女的伊凡杰林为了展开盛大的宣传电影活动，在10日晚间抵达台湾。贺军翔11日则在脸书 po 文透露，在同班飞机上捕获黄蜂女，照片中伊凡杰林亲民的抱着美宝合照，相较于一岁四个月的女儿表情淡定，一旁的贺军翔脸上倒是难掩雀跃心情。美宝应该要长大才知道她被漫威女英雄抱着吧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百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